到搶答題嘅環節啦。好，第一條常識題，請講出保護皮膚嘅三種方式。我都知道。加重快熱，加重先。Yes。飲多啲水啦，做 facial 啦，同埋再削曬啲片。係啊，點解啊？因為削曬啲片係世上發展最快嘅 VPN 品牌之一，可以將各種嘅惡意軟件同埋釣魚網站擋於門外啊！同埋佢個帳號咧，就會連結你所有嘅裝置，同埋佢用埋市場上最頂級嘅加密技術嚟保護你嘅網上足跡，等你數據更加安全、更加秘密。一用埋我獨有嘅 promo code， 即刻有17折同埋免費享受三個月嘅額外折扣啊！想講咩 PMS 梗係關事啦，如果你冇 VPN， 你嘅密碼外泄咗，或者你被黑客入侵嘅話，你心情又會差啦，心情差皮膚就會差噶咯喎，好大鑊噶。答案正確，換言之，今次係加速獲勝。八，再次多謝加速嘅爸爸贊助呢條片。多謝爸爸，我贏咗啦。Hi， 早晨，大家好，我係加速，依家係4月11日嘅中午12點。我而家就喺朱婷个位嗰度，我哋决定就等朱婷翻嚟，俾个惊喜朱婷。朱婷而家搬咗一个好靓嘅位置，就呢度。边个估到你今日拍拖啊？杀我个措手不及嘅啫，唔人迟到咩？唔人迟啲翻咩？等你啊！你咪做咩坐喺度啊？等你咯。点解咁做啊？唔想点啊？依家。我沒有，你是想攻陷我是不是？我不是，介紹我們這個場夢本書。這個新的人助理波波啦。好笑，他們現在這麼坐似不似一些評判啊？我給10分，朱婷，10分，我給9分，有進步空間的。什麼啫？又整爛我電腦嗎？喂，我逼你件衫會不會大一點？你現在攻擊我了。有一點很 healthy。 這個是誰？即係邊個人嘅衫嚟㗎？哇 ，Hugo， 完全唔識你嘅牌子 ，Hugo。Handover 喎，大佬。哦，見到見到，我真係唔係大啲嚟啊？佢俾咗啦，呢個係阿 B。那時候我跟朋友才說、欸、如果染漆了我不會怪你的，因為你的客人都很漆，最後幸好都不會很漆，是吧？不是，好像 Abby。 我剛剛看到 Abby 走過去，整個好像撞撞地頭。現在呢，我是買日到了，好久都沒拍片跟大家介紹我嘢食這些東西，今天趁這個火那麼簡單跟大家介紹。還有我也想過，現在 YouTube 不是很流行那些拍 shot， 我想要不要用 shot 來介紹一些東西，好像方便你們如果真的之後來到澳門或者澳門朋友，就可以看看有些什麼是好吃的。今天這間不得了，它是個澳門都很出名的一間牛肉米，有人很喜歡來吃它的牛肉、牛丸、魚蛋。我今天就買了兩份牛肉一份魚蛋。牛肉呢，咁外賣就有時會差啲嘅，即係可能佢浸耐咗熟咗，有時咧佢糖色咧，咁佢係屬於半生熟，再加埋佢呢個咁嘅辣醬咧，咁就好正嘅，就係咁樣。呢個就係外賣餐啦。咁啊，儘量少食澱粉質啦，咁啊佢就冇外賣粉。Happy， 你喺度做咩啊？睇書啊。你做咩啊？金樂。嚇？你唔係食沙律咩？今日金樂都是沙律的一種。金樂，我想連金樂自己都不知道它是沙律。人有時是這樣，人未必每個人都很了解自己，有時有些潛能。Bullshit。 你沙律那些是不是雜的人？是不是雜的？那些牛肉都是雜。Bullshit。 是什麼書啊？與神對話。為什麼突然之間想看與神對話？我一直在看的。是不是因為生活有些不愉快？因為今早看到一個 AV， 就是與神與刀工，我就成日要 AV。我個 AV 裏又叫與神與刀工。你今朝幾時抽時間睇 AV？ 我今晚碌 TG 唔想碌。OK。話説你仔呢幾日咧就幫我剪緊我哋入貨嗰樣嘢，個會員片嚟嘅，學埋剪片啊不得了。咁咧就睇下佢剪成點啊！字幕、單字，哇！有音樂、歌唱啊，嗰啲聲要吞啊，未吞啊嘛。我就係唔知道。我都照睇嘅。轉身放在公眾鋪天點啊？剪片感覺如何？幾好玩。幾好玩啊！但係唔容易。你係咪發燒啊？啊！真係幾好玩喎！真係幾好玩。咁啊，咁以後放假我就俾啲嘢玩。OK， 咁啊，依家就準備8點鐘啦，咁啊去打邊爐啊，去一間酒感火鍋度，有大文阿妹啦、二仔啦，好似仲有 Hugo。哦，真㗎，有 Hugo 啊！
呢個啊，係啊。嗨嗨，我哋今日咧就係做啲咩？一人一鍋。Yes。咁啊，可以試咗幾個唔同湯底。清湯啊，你嘅減肥。清湯咁啊，唔好。整到後面啊，幾靚個裝修，跟住同埋好似有一個回轉嘅攞，好似攞嘢嘅，即係嗰邊。你知唔知嗰邊係做咩㗎？咩啊？嗰邊咧係飲食區域，之後嗰架火車上面你想食啲咩，你可以攞啲咩，因為佢已經係飲食啦嘛，所以你咩都可以攞。即係好似啲人打劫火車咁樣，架火車嚟到就搶曬啲嘢食㗎咁樣。但係草莓味好慘喎，冇嘢。草莓嗰個永遠都攞唔到嘢食。同埋咧，嗰啲模型咧係澳門嚟嘅。即係佢有澳門嘅嗰三條橋啊，跟住有火車。哇！佢呢度仲有燒烤添。啲燈咁似間中間房嗰啲燈。離開第二。好。得嚟啦。派派傻嘅咪好唔好？好。係派飯派飯派飯啦。乜都食係嘛？誒誒，唔要菜啦。小朋友唔食菜咩？你冇事啊？係啊，我飲咗全清啊嘛。好抵嘅，幾香喎！飯焦啊嘛，唔係我嚟喎，你我要饅頭啊，我嚟嘅，我估你唔到，轉下轉下，啲鴨頭啊，你俾鏡俾翻呢個佢啊，呢個來完成一嚿，唔該唔該。OK， 試下佢哋有南美飯先，仲有啲飯焦，粒粒分明。真係好香，好味喎啲飯，唔錯。好味，好味。呢個飯有驚喜，估唔到。O K， 而家要出去教啲醬。珍珠。唔係啊，可以自己整奶茶㗎呢度。哇！珍珠奶茶。係啊，珍珠飯、珍珠蛋糕咁樣啊嘛，你試下打邊爐咁樣加粒殼落去咯。我覺得我哋食個珍珠奶茶都抵。好甘，可以飲飲。唔係生食啊，唔係呢啲凍嘅要，凍嘅，好味。OK， 咁呢個咧就我嗌嘅苦瓜檸檬茶。一次你聽個名咧，覺得好奇怪，即係苦瓜檸檬點解可以擺埋一齊？但係當你飲完之後，你發現咧係好清新，估唔到喎。即係我哋做人咧，有時唔可以以貌取人。有啲人個名可能好難聽。但可能佢內心都好善良，例如徐寶文咁樣。你爆花啦！你有咩先就話我名啊？哇！嗰個時間火候掌握得啱啱好，即係始終我哋啲廚師底啦。打邊爐係唔同啲，即係同普通人打出嚟嘅係始終有啲分別，你知啊？即係打邊爐其實係最考技術，因為你所有嘅醬啊都係自己調校。美國有呢個蝦丸，超大粒喎、啊，大佬，我超想一啖食曬佢。太熱啦！哇！有狼，好滿足啊！咁大粒蝦丸，翻嚟，有蛋嘅肉啊！雞肉應該係雞肉，我想慢慢。佢加咗椰奶，真係好啱食緊泰國菜咯。好滑啊！有冇咁滑啊？點啊？我真係冇，真係冇。我叫 wasabi 喎。wasabi 呢個紫菜響鈴啊！好好味啊！喂，食咗一半我先醒起，哎死啦！咁好食要拍嘅喎，見到已經係變咗劈咁嘅嘢，但係好味呢個。同埋呢度打邊爐咧，即係啲香港嗰啲火鍋店嘅感覺咯。咁啊，紫菜響鈴都唔係好多地方有啊，有所知。唔可以斷嘢，知唔知啊？斷咗頭啦！點斷都吹唔到老婆嘅。冇冇整斷啊！我咪整斷啦，我咁樣咋？啊好啊，我哋結婚啦！佢
過過啦。我上網見過係嗰啲人咁樣擠咧，喺度爆破門。哦，睇咗。噴兩門。哎呀！啲燒烤都嚟埋啦。哇！擺埋你哋。嚇、啊？唔係我哋。呢個咧，呢個。呢個係你哋嘅。食大碌喎。正正正蟹柳，我覺得咧。一間打邊爐如果做埋燒烤咧，其實有冇好正，即係豪殺心腸。邊爐都做得好食嘅時候，佢再俾埋燒烤你，即係佢做好咗自己嘅本分，佢再無私做多樣嘢俾你。嚇咁大批佢嘅邊三咪食咗？呢個蟹柳，俾阿妹講兩句啊！真係唔錯㗎。即係呢啲蟹柳係叫做靚嘅，即係唔係嗰啲好 cheap 嗰啲蟹柳，跟住有啲孜然粉啊，好香咯、啊。好少食啲咁高級嘅蟹柳喎，平時嗰啲都揾啲膠谷包住嗰只嚟嘅。第二串啦，唔使講嘢。咁呢都好味喎，你唔食啊？真嘥曬。我食一啖。冇啦，冇啦，冇啦，呆住啦，呆住啦。蘇州過後冇頂搭噶啦。哇，好靚啊！哇，好長啊！我食埋條腸，條腸都好食嘅話咧，我同你講，屋企話我咧應該係五分鐘路程。唔使翻屋企啊！O、okay, K， 完咗啦，完咗啦，完咗。O、okay、K， 搞掂呢度，不得了。哇！哇，豬肋腸嚟嘅喎。豬肋腸，佢解開咗有好有唔好啦，但係個皮唔會唔夠脆咯、哦，但都好味嘅，哇，好味。燒都正啊，炸啲嘅。呢個都好食。係小條咯。水啊，最後犀利啊！烏西米淋，你口半夠佢，直縮啲咯，烏頭可以淋啲你噶啦喎。O K， 咁啊，食完啦，咁啊，哇，今日超飽，唔係講笑，其實真係有啲都食唔曬嘅，大家有興趣都嚟試一試啦。啊，不過其實呢個就唔係呢個廣告嚟嘅，啊，呢個 V P N 廣告，最緊要都係再食收 V P N 係嘛？係啊，咁再見大家，拜拜，拜拜，拜。Like, subscribe, share, 多謝，拜拜。